SD 钢弹 G 世代超越世界，然后今天要过 D2 月光碟，终于看得懂了。有人看不懂了吗？应该没有。月光碟。那我这才是正A钢弹的弹剑，白色的乌龟战舰。这还有蓝色的，这台也是，是反派的机体。钢弹 X。这边就是这应该算蓝色还是青色？哦，这关有，四台差不多三件，因为我怎么没有看到有这台？啊！把它按掉。这个好 ，break 条件是。罗兰和基姆金卡拉姆交战，金卡拉姆挑战条件是罗兰击破基姆金卡拉姆。哦，难念的名字啊，很小，是啊，要击破他基姆金卡拉姆。天哪！哦，好远哦！把你们收起来。你等一下再移动。哦，有弹头。砍一下就好，不要浪费烟。
费人物啊。弹能力解放，咦，为什么这名字好奇怪，前面 有一个下底线还是什么的，弹头你也移动，一分都可以抓，要记得放出来，忘记放出来就没办法抓了。走左路，左路，哈哈哈。哇哇 GG 哦，有还有一只得救了，真是资源居然这么短，月光蝶45，我要放个核弹头，放假放假，いただき。お前たち下がれ！我的二のご加護。哦、我的伊恩没了啊 ，final 了，我随便移动一下啊，这边把它扫掉。还有不一样的，好吧，想想，第一排扫掉就好，第二排应该不会动吧。
全火力站在战舰中间，看他会不会把小兵放出来好了。打，不存打啊！决定站在中间，在这个地方好像不错。就站在这里了，动了。下回回合，越来越杀小兵。没有啊，我没有虐杀，我只是把小兵当踏板。他居然动了。就知道就是好了。哎，我都没有打他，我都用回避的。我还没保起来了，会不会卡在中间不能动？你没有把他放出来，我被卡住了。可恶，我被卡住了。还是要把你打掉。我被卡住了，95等了，终于快99了。我全部破完之前都会99。都打到。但是不要。但是踏板的工作他们做得多好。哇哇，又差两个。资源距离超短，资源距离真的让人很想骂人的短。来看一下，这附近都可以。光碟，吓一跳，黑文没办法支援。好，放下。这关叫月光碟，所以一定要放一下月光碟。我刚才在地面有动画不一样。
在蛇影之外有没有不一样？啊！爆掉的台词没有配音。OK， 第一个挑战过了。哎、欸，在后面。为什么你的月光碟看起来超强？鱼细胞，超多。孤芳不败，哇，后面又是布景了。我想打后面那一只。Break 条件是多蒙击破东方不败，啊，挑战条件，哎、欸，挑战任务是，哇，多蒙用超一级的状态击破东方不败，高腰还要变超一级，更麻烦。难怪有那么多小兵。可是其实有技能可以直接变超一级，没有，我想太多了。敌人没有，你有没有？没有，无血。居然没有。后面那只还在吗？哇，还在。要把它打掉。为什么要在后面摆一只？这实在是……哇，又 GG 了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好吧，也算 GG， 居然打不死。还好我有存档。
这个打得爆吗？真假？射击系无效，射击啊，特殊射击。哦，有。好呀，1990。哦。太机车了，为什么要残血呢？有没有罐桶？有哎、欸。我这招刚才打过了，好像没用哦。哇？还是要啊？一直旅游到暴击为止。算了，我没有飞快一点的，飞快一点的一只7 7 5 6 6 8，只有这只必杀技觉醒。8000，好吧，只好牺牲那一只站在外面了。哇、哦啊，偏偏出暴击，又怎样？啊，没关系，让他站外面。对，还有一只。把它打掉，该出暴击不出，不该出的时候偏偏出。啊，拜诺了，居然！哇，我要去帮多蒙哎，怎么可以拜诺？啊，放一下，放一下。来个自由捕获，把那6只抓起来，这么远都抓得到，这实在太神了。自由捕获，啊，你可以回去了。这两只长好像哦，这两只也长好像哦。什么都长得这么像啊！多萌！哟，啊，两只就好。还要帮他变超一级，这非常麻烦。
哥，会不会玩一玩的那枚伊恩啊，来个爆热闪光斩。欸，好像也不是闪光斩。啊，居然是 Golden Finger。 Golden Finger 爆热黄金掌这招啊，还要去翻一下动画看看。很怕被玩到没伊恩欸。风云再起，派东方不败。好，那只马在哪里？可以招出来用吗？风云再起啊！最后一次，这回合那只马在哪里？完全没有看到。破天金拳，天行蛋，好吗哦？啊，对哦，会扣 MP 五十，好吧，白打了。GG。让永远升不了超一级啊！要不要独挡？算了。读一下好了，读一下，哎，有比上一回合高就好。在哇哇哇！你又被我的 Night Boss 守了，真的。240，应该有比较高啊。好，独挡好了，然后小兵不够。好，刚才只是为了试验招式，但可以吗？一车，好吗？这两招都不能玩，只能玩风云再起。啊，让那匹马再出来秀一下。
200万，240一只。哦，所以杀掉一只有40的 MP。万一找好了，把地面击破吧。一拳打爆地球，不对，一枪打爆地球。哦，final。那个格斗，所以还有两只、三只，还要三只小兵，走远一点。很怕这只被打死啊！还没有没动了。超远的。我把战舰打爆了。这居然是战舰耶，谁家战舰长得这么强？这次也打爆了，这不能一次五只全部都把它束埋起来，一定要这样慢慢来。希望下一代有改进。不过下一代好像出来 PS4， 哈哈。不错。哦，这不要把它扫掉吗？留着好了。好，就先这样了。存档，下回合。他居然没有把小兵放出来，很急。何必啊？我觉得打不死他。
风云再起。不要放了。哇，第三集才8000，正常到底要怎么过啊？超怀疑，我第一轮是通通没有过挑战，就把敌人全部击破就过。可是第一轮，第一次过这一关的时候，就感觉没有第二轮之类的。格斗，这个剑比较少，省一下伊恩。报警7300，这也太会报警了。哦，超一级了吗？没有，还要再一只。好 ，final 了，你跟我讲你 final 了。欸，我好像可以让他再行动。战士很棒。哦，原来伊恩来这么多，其实也不用很省啊。再一次。哦，超一级了！挡存挡，再行动啊！可以把师傅打爆了，石破天惊拳。哦，12王牌啊，王方牌大车拼哦，12王方牌大车拼。只是他没有机会放出来了。地球又被射爆了。好像应该再去翻翻这个动画出来看，叫什么《钢弹斗什么》啊？就是忘记了，查一下《钢弹斗》《钢弹斗传》吗？真的，《机动斗传》《G 钢弹》。台湾是翻这个吗？机动武斗传 G 钢弹，为什么翻得这么奇怪？喂，这本名就是这。
因为我记得以前然后什么机动钢弹武斗传之类的啊，算了，又是这个，咦？又来了，又扣 MP。太多了，还有吗？Over Impact 条件是五回合内虎锁击破铃铛，这是谁啊？是谁？喂，你这有三只哦，哪里的小兵比较少？虽然三只都不一样。无所不破应该这只啊，强化人间，强化人类。哇，你不把小兵派出来啊，不要抓了，这个好像很多只了。差一点点就变弱气了。哎，我没存档。没有，存一下，不然等等又 GG 了。这个，
这只吧。无锁在哪里？哦，这么远。咦？哦，那跑得也很远。刚刚好，刚好中这只。资源只有三个。哦，要赶场哎、欸，这边先留着好了。打爆再准再说，先把这只打爆。把它打爆好了。咚咚！哇，这回合不能无限打。半身。现在才是虐杀小兵的时候啊！嗯，哇！四回合。他怎么会讲四回合？哦，第五步。应该打这第六。嗯，我要站这。啊，还有一只牺牲。啊 ，final 了 ，GG 嘞 ，final 了 ，final 了，先站好。哇，冲冲冲！哇，这次援军这么多只。也太多了吧，这有点夸张。次元军怎么这么多？这台就有八只了。太夸张了，一次八只。这边呢，动一动。动一动。哇，超像。这两台超像，先出来，
有谁没有动到的？我让你动一下。但这里应该还蛮安全的吧？去打多猛了！回避回避！啊，回避，通通回避！冲过来！不再冲过来啦！还跑到下面去，觉得多猛，好危险。要放出啊！差点忘记了，通通出来吧！大家都出来吧！哦，都出来了！没有，一只也出来了。绿油。上升，回来，动一动，这坨，这一坨怪好大一坨啊！啊，云雾。好，支援不到，两次支援，好远了，那我站这里，为什么这边？final 了，问号，可以打，居然也 final 了。
两只没有用了，打掉。97等了，击率317。我打了57分钟了，那么久啊！Over Impact 条件达成，通通变成敌人了啊！刚才那两只应该留着。这样跑不回去了。超雨哦，开始屠杀。让这只啊，一特30000，哇，不能把它打死吗？你要分两次打吗？保险42000，八分两次打，逆风子特殊武器，哦，有。
片。哇！哇！哦，这个刚才不动的话就刚刚了。这台不能飞，好吧？还是要赌一下。也没有杀人率。都靠你了，无光顶，不应该把它收起来。上灯打得到吗？刚好在旁边，一个刚刚好的位置。对，下降，要下降吗？不用了。原来好多。这边呢，应该可以推。OK 的。刚好三只都在范围内嘛。哦，有有有。这一面清完了，下降。问号。哇，刚好被挡住啊，没办法。下一回合。把它抓一抓，自由捕获，超干净，清空了，下降下降，去。
这么远，下降。现在才是虐杀小兵的时候啊！小兵好像也没剩多少只了。哦，不对，是还有很多只哦。哦，居然无限在动了。慢慢的扫掉。一批细胞战舰我买不到。这台好像买不到，那个拳头，那个雷射炮。哇，这一坨！是只能打三只，一个小时零八分，这关我怎么打那么久？先把波门打死。哦，98等呢。小兵留一只啊。哎呦，不要动了。没中，回避，この程度で，又没中。啊，你都不把你的小兵放出来，你不会放出来好吗？我想把他们抓起来呀。我们这关怎么打那么久？
我到底干了什么蠢事？为什么这关键可以打那么久？啊，不管了。哦，都围在你旁边了，赶快把你的小兵放出来。我觉得这套战舰像玩具啊，塑胶做的。29万。抓起来，抓，剩最后一只了，好，最后一只，哇，过关，靠，这关怎么打那么久？也不知道做什么蠢事，算了。好，今天 D2 吧，今天 D2 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帮我按个赞。